婚姻恐怖的中原普渡今年是办超过2000桌，另外为着要来维护着空气的品质，彰化县的环保局是集中来清运纸钱，其中园林清运的量已经有88栋，创下新高。来到虎尾七大普渡区，真侪工作人员无因摆上奖品。虽然这两年受到疫情影响停班，但今年恢复鸡鸭铺，真侪民众和店家拢真期待。让我们好兄弟可以大家来。就是因为他们放假，所以这个月就是沉浸的心来供奉他们这样。就是停办了2年吧，好像是2年，所以今年好像会盛大举办，也会希望说带来游客啦，因为我们店家也会生意有受影响。虎尾中原普渡文化协会表示，普渡会分作东西南北中，覆盖德兴七大区，每一区都有无同主题和特色。普渡超过2000桌，包括古雕、冰雕等等。希望每个民众做回来参与传统的普渡文化。今年度很多民众都期待我们能正常来举办，那公所也很赞成我们来正常来办理，所以今年公所也特别办了很多所谓的中原文化祭的活动。另外，为着要维护因为烧金纸，空气和空气品质受到影响，彰化县环保局结合辖区内各乡镇公所，将纸钱集中来分销。那今天达到高峰，我们陆续下午大概最少有20个地方必须做。之前集中烧的一个载运服务。黄连清亲自表示，每到清明中元节是纸钱清运上济时阵，今年累计载运量已经有88栋，破历年纪录。纸钱集中后送到焚化炉，经进炉可以限制排发挥，希望来降低空污。记者黄文林中华报道。